组一样待着呗。走啊！好好大家在洗手间做了两次头发不满意，然后他也不说，就比如说这是一镜子，他就我还没去，没有任何人在旁边，他就对那个镜子。Oh my god！ 你这头发都开成这个样了，还能动吗？我一会儿冲一下。带洗头膏吗？你戴洗头膏了没有？没事，我很帅现在。哎呀，我已经三遍了。你别动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弄，你相信我。别弄了，一会儿你还得洗手。没事，很多，很香。我喜欢。很香。来，我来。你这个发际线挺帅啊。发际线跟我挺像的。你不是不喜欢自己发际线吗？一开始给我弄了很高，我说你给我压压，结果又压了。没有个中间值。没有个中间值了。你去弄一下，你先给他洗。不用洗，过来我给你弄。再把钱都送给小哥，让他去拍一下。今天他私底下跟我说说有点小紧张，我说你不用紧张，我说今天吸泡泡的人都会给你站台给你撑腰的。多紧张？紧张。我每次上台之前都紧张。